以不败之姿位居小组第一的黄金男双林洋配，这股气势不能断，要继续连胜下去，因为想要晋级八强靠自己最稳。林洋配小组赛最后一站要交手的是世界排名第九的中国刘欧组合，抢分组第一，只要这一场能够自己赢下来，就确定顺利晋级。摊开双方小组赛战绩，李阳王麒麟三胜零败，中国组合在击退日本队后，目前战绩来到两胜一败，对手来势汹汹，不好惹。最高世界排名曾跃升第二位，近期世界排名来到第九，都领先我国黄金男双。关键一战若林洋没有拿下，在排位还有对战组合上就没有绝对优势。后续就是八强赛事是抽第二名的，就看我们抽到哪一组的第二名，维持 ABCD 第一组第一，然后看 ABCD 哪一组的第二抽到我们。由于林洋配身处第一组有五队，导致战况相对复杂，对战中国取胜就铁定以分组第一晋级，但最要避免的就是被中国对手直落二输球，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。全国集气帮黄金男双加油，我们要一鼓作气挺进八强。记者曾家轩、徐启中在法国巴黎采访报道。